弟兄姐妹们平安，非常高兴这一次能够有机会来到澳大利亚也有机会来到墨尔本。我想特别谢谢好多教会愿意在这一次的行程借着一起的合作来举行我们这三天的拆船特会。其实我觉得在21世纪，特别在宣教上面无论是伙伴的关系也好从结盟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一个使命。前不久我有机会在美国的一个聚会里面分享，主办的单位给了我一个相当有挑战性的一个题目。那一次的聚会是大概有40多个不同的差会教会一起聚集在一起来讨论一些在21世纪宣教的挑战。那他给我们什么题目呢？他说我希望能够请你谈一个题目他是用英文来举行的这个英文的题目呢就是 From Partisanship to Partnership From Partisanship 就是结党的意思从结党到结盟或者结连那一次我记得很大的挑战因为有40多个不同的机构不同的教会聚集在一起要40个不同的机构教会愿意稍微的放下他们自己的一些事工一同来思想在21世纪我们怎么样能够齐心，我们能够怎么样心连心手牵手肩并肩来完成这个大使命的托付非常非常的感谢主保守我带领我能够顺利的把那一堂讲完也很感谢主在聚会结束的时候看到神也在我们的当中工作这40多个不同的机构和差会就一起组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工作小组一起来探讨在21世纪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的配搭来完成这个大使命的托付。所以当同工跟我联络说这一次不是只是一个教会的时候我就格外的兴奋因为我觉得21世纪我们真的要更多的来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结盟我们怎么样能够结连在一起来完成主耶稣基督大使命的托付。在这几天的当中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不单单是从神话语里面关于宣教的一些信息我想更加的也希望能够从非常实际在宣教工厂上面的需要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至少对我而言我是非常兴奋特别是在关乎着大使命的托付我会在这几天的当中略略的提到几方面但是今天晚上就很快的跟大家提为什么我对这一个时代特别在宣教上面格外的兴奋因为我总是觉得其实神把很多的祝福给我们也是透过这一些祝福我们能够在这一个时代里面看到大使命的完成今天晚上就很快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交通的便利在大使命完成上面看到神格外的一个祝福交通的便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交通发达的一个时代记得我的高祖父戴德生在1853年离开了英国他用了整整163天的时间才抵达了我们中国的上海吴淞港口163天的时间而今天若是我们从伦敦坐飞机前往你说虹桥也好大概是比较多可能飞到浦东机场的话我们大概只需要12或者13个小时我们就抵达了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一些宣教师他们需要用将近半年做的事情今天你我半天就做得了我常常想当时的这些宣教师若是他们能够看到21世纪的话看到
你我生活的这一种交通便利的一个时代的话，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我顺便提一下，当我去研究那个时候宣教文献的时候呢，一点都不夸张，找不到短宣这一个词，找不到。当然我想我们马上就能够联想到为什么没有短宣，因为坐船单程单程就需要163天来回就一年的时间。在现代的词汇里面，这个一年的时间已经差不多算是长宣了已经唱是长宣了。那时候没有短宣这一个词，没有短宣这一个词。因此我思想到，我觉得这些宣教师他们看这个时代的话，他们一定是羡慕的不得了，羡慕的不得了。你看我们能够因着交通的便利，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能够减少多少的时间，使得这个福音能够更加的被传开。我想我们单单从今天我们推动一些短宣，不要讲别的，就把我做一个举一个例子吧。我们全家现在是住在香港，若是我是生活在戴德生的那个时代我想我大概还在不晓得这个在哪一个海洋上面还在往墨尔本的这个方向。但是我前天晚上坐上了一架飞机，在短短的十几个钟头我就抵达了我们的墨尔本。你看因着交通的便利，我就能够有机会来到大家的当中，快快的来到大家的当中。所以我想他们会非常羡慕我们这一个时代我也觉得感谢主。虽然我们不是只是要看重短宣，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普世宣教上面有很多其实仍然需要推动长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但是不可否认，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生活的这个时代，因为交通的便利，我们就能够更多的参与在宣教的工作里面，短宣的工作里面。所以我相信他们看这个时代，他们一定会羡慕的不得了，羡慕的不得了。但是我也想，会不会他们也会责备我们，那么容易去宣教还不赶快去，那么容易去宣教还不赶快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也求神在这几天的当中借着不同的见证，不同的信息，再次把一个宣教的意向放在我们的当中，放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心里面的祷告是，这是三天的时间能够有永恒的价值，能够有永恒的价值。我希望来的人，无论是来一天两天或者三天，让我们来了有这三天，我们不是没两样，乃是我们有所不一样。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生命不一样，也让我们的教会因着这三天我们在一起的思想，让我们的教会更加是一个看重宣教的一个教会。但愿神祝福这三天的时间，让这三天有永恒的价值，让神的国度因着这三天真的有所不一样。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翻转拆船的四天。若是有圣经好不好，跟我就一起翻开到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也把今天晚上的经文也列在我们的荧幕上面，其实也在我们的手册里头。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由我来读，弟兄姐妹们可以跟着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看起。路加他这样记载着，正当那时有三个人就住在我们，就是彼得。你会记得这一段的经文是紧接着彼得去到该撒利亚，去到哥利纽的家，后来他回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中有很多人以他住在一个外邦人的家里面有所不满，因此就叫他来有一个辩论，
因此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他描述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有三个人就住在我们就在约帕那个地方，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第十二节，圣灵就吩咐我与他们同去，不要疑惑，而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就进了那人，就是格里纽，我们就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和如何看见一个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要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第十四节，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全家得救。他有话告诉你，可以使你和你全家得救。其实若是我们有机会去读宣教史的话，我们会发现的确有很多的事件成为翻转拆船，很多的事件从宣教史里面我们马上就能够联想到好多。但是我想今天晚上我单单只提一个事件，我十分的相信是扭转了当时整个教会对于宣教的认识。若是你有机会去读宣教史的话，一定有读到我们把它称为近代之父威廉克里的见证 William Carey， 威廉克里的见证。威廉克里是在1793年的时候就离开了英国，前往印度，开始了将近40年的宣教生涯。若是你有机会去读他的传记的话，你会知道在他还没有离开英国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其实透过那个事情也震撼了当时的教会，也扭转了当时的教会，也翻转了当时教会对宣教的认识。在威廉克里还没有去印度之前，他被邀请在一个牧长的联祷会里面来分享神在他身上的呼召和带领。据他的这个写他传记的这一个作者就描述了那一天的聚会的情况。那一天的聚会呢，主领聚会的呢是在这个城市里面最年长的一位牧师，他介绍了年轻22、23岁的威廉克里，就邀请他到台上来分享他的见证。威廉克里就站在台上就分享了神怎么样呼召他前往印度去做一位宣教士。没有想到他分享完了以后，这一位年长的牧师就赶紧的跳到台上，威廉克里都还来不及坐下来之前，这一个年长的牧师就对威廉克里讲了一段相当凶悍的话。对他说什么呢？年轻人，你坐下来，你坐下来，若是神要拯救在印度的异教徒，他有他自己的方法，他不需要你。厉害的一句话，年轻人，你坐下来。若是神要拯救在印度的异教徒，他有他自己的方法，他不需要你。我顺便提一下，当时的教会的一个处境是一个相当极端的预定论 Hyper-Calvinism， 极端的预定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念头，神已经预定了一些人信主，也预定了一些人不信主，而我们千万不可以把福音传给那一些上帝没有预定要得救的人。若是我们把福音传给这一些人，其实我们是在违背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没有要他们得救，我们不需要把福音给他们，我们也不可以跟他们传福音，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种预定论的一种理念。所以他们就认为我们不需要去印度，为什么呢？因为若是神要拯救在印度的异教徒，他有他自己的方法，他不需要你。
啊，我想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威廉克里那一天回到家里面，他心里面的感触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触。最年长的牧师讲了这样的一句话，泼了他一盆冷水。他就回到家里面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就把他的圣经打开，给了他自己一个作业，就从创世纪开始读，一直读到启示录。每逢他在旧约也好，或者在新约里面读到任何有关于我们要去传扬上帝救恩的经文，他就把这一段经文写在一个小小的笔记本里面。历史告诉我们，在这个作业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收集了一个小小将近100页的小笔记本，里面充满着我们需要去万民把福音传开的经文。这本书震撼了当时的教会，翻转了当时的教会。但是我想今天把镜头拉回到圣经，拉回到新约，拉回到使徒行传，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今天这一个经文，以及在这里所描述的哥里纽事件怎么样也翻转了早期的教会，怎么样翻转了早期的教会。我的题目是翻转拆船的4天。有可能你会很好奇啊，究竟这4天是哪4天？其实若是你我去仔细读第10章的话，我们不一节一节的来读啊，但是若是你去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在第10章所描述的就是4天的时间，就是4天的时间。从第1节到第8节，我们看到路加就描述了在第1天在哥里纽家中所发生的事情。哥里纽怎么样正在午正的时候，就在下午3点的时候，怎么样祷告神，怎么样在一个异象里面向他显现。第1节到第8节是第一天。然后从第9节到第23节呢，我们看到是第二天，其实是23节的前半节，是第二天。在那边路加描述了彼得在约帕这一个地方怎么样在中午的时候在屋顶上面看到了一个异象。你会记得有一块白布，上面有很多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食物，然后彼得就听到了一个声音对他说，你要起来吃。彼得说不，一次两次三次。后来圣灵就对他说，你不要疑惑，你起来与他们同去。第二天，第3天，其实只有半节，23节的后半，描述着彼得怎么样带着这6位弟兄回到该撒利亚，回到哥里纽的家。然后从第24节一直到第10章的末了是第4天，描述着彼得跟这6个弟兄当他们进到哥里纽的家里面，在他家中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我会用翻转这个词来描述呢？其实若是我们回去看使徒行传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的确这一个事件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扮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其实很简单，你单单注意路加用多少的篇幅来描述这一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一件事情在早期的教会里面的重要性。他一共用了66节的经文，在第10章有48节，然后呢到了第11章仍然还有18节的经文，也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读的，延续着这个整个哥里纽的事件。一共66节的经文描述一个事件，描述一个事件。而若是我们看整个使徒行传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只有另外一个事件用了更多的篇幅。我不晓得大家猜得出来那个事件是什么事件吗？斯提凡的殉道。
我去看了一下，一共用了68节的经文，所以可见那件事情在早期的教会重要，但是这件事情也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件事情，翻转了早期的教会。今天晚上我就愿意从这个事件来跟大家思想，其实有好多我们能够谈到了，但是我想今天晚上我单单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这三件事情是在整个哥尼流事件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我想首先请大家特别注意，我想哥尼流的事件首先提醒着我们得听福音的必要，得听福音的必要。我不晓得大家若熟悉这一段经文，有没有特别留意到路加怎么样描述哥尼流这一个人。我们没有把它印在这个投影上，但是若是你有圣经的话，很快跟我翻回到第10章，因为我想我们在那边看到哥尼流这一个人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住在该撒利亚，我们知道他是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但是到了第10章的第2节，注意路加在怎么样这里描述哥尼流这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首先路加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虔诚人， A godly man， 虔诚的人。不单单是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的全家都什么？都敬畏神。因此我们看到不单单是他自己很敬虔，他的敬虔也影响到了他的家人，使得他以及他的一家都是敬畏上帝的人。紧接着我们看到他的信仰也不是只是挂在嘴巴上面，乃是他的信仰也流露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也关心那些在吃衣住行上面有需要的人。因此在这边告诉我们，他是多多的什么？周济穷人，且什么呢？常常祷告上帝。不得了的一个人，不得了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往下看，我们跳到第4节，第3天正在伸出的时候，他在异象中就看到神有一个使者就进来对他说，对他说什么呢？第4节，哥尼流定睛看他，惧怕说，主啊，什么事情呢？然后注意这个天使怎么样对哥尼流说话，对他说什么呢？他说，其实你的祷告以及你的周济已经达到了神的面前，也蒙什么纪念。我们停在那里。我不晓得贵教会对于执事长老的要求条件是什么，但是我总是想，不得了，我相信假如我们哪一个教会有这一号人物在我们当中的话，是一个虔诚的人，他以及他的一家都敬畏上帝，每一个礼拜的祷告会他都出席，常常周济穷人。哎呀，我对不起哈，我不敢替你们教会做一个回答，但是我相信今天有好多的教会，若是有哥尼流这样的一个人哈，不是执事，不是长老，也应该是有这个执事的条件吧。但是，我不晓得刚刚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在第11章的第14节。他有话要告诉你，使你和你全家什么得救。换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的，哥尼流虔诚，是的，哥尼流敬畏上帝，他常常周济穷人，他不住的祷告，但是他仍然有一个得听福音的必要，他仍然有一个得听福音的必要。
我想这一个就把我们带到我们信仰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真理里面。我想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会说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对不对？我们会说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无论你是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无论你是杀人过犯放火过，我们会说没有一个人是做任何的事情到一个什么地步，十字架宝贵的救恩不会拯救你，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但是在哥林纽的事件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层面，是什么层面呢？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但是也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我想这两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拿捏得住。我们会说是的，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生活的时代会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人是个好人啊，你有没有看到他的行为，他很虔诚，他很有爱心，难道他也需要得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哥林纽的事件就提醒着我们，是的，他也需要得救，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无论是在你我的信仰里面，无论是在其他世界9000多个不同的信仰之中，就要想到这里，就想到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的确面对到这个真理受到极大极大的挑战，极大的挑战。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常常被称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我相信应该有一些人也稍微研究过后现代主义，里头有很多的思维，但是其中有一个思维呢，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一般人都认为其实没有什么绝对的事情，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你认为是真理，好，我尊重你，但是你的真理请你千万的不要反射到我的身上，对我说这也是你的真理。那这跟信仰有什么关系，或者这么说跟宣教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很简单，我们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14:6他说什么，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顺便提一下哈，有一些我们中国人觉得为什么上帝是拣选犹太人，不是拣选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圣经不是用中文写的，是用希腊文写的，或者用希伯来文写的哈，我们就很不满。但是我单单从这一句话，耶稣讲的这一句话就给大家一个答案。耶稣14:6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但是我们从中文里面，我们看不出到底它是 A way 还是 the way， 对不对？我们中文圣经看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中文是很婉转的一个语言，这个 the 字是太强烈了一点吧。感谢神，神选择最精准的语言来表达着他的真理。因此耶稣他不是说 A way， 我是许多道路当中的一条道路而已，乃是他说什么， I am the way， 我是唯一的一条道路，也就是说不是条条大路都通罗马，不是条条大路都通罗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先不要讲在教会以外的人对这样的一个真理会有反弹，其实我告诉大家，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人也不见得会相信这件事情。5月我跟师母有机会去到德国，
今年顺便提一下，是我们内地会150周年。刚刚师母放的这个最后的一张，有一个小孩子的手跟一个老人的手，那个老人的手皱纹很多，他说好像内地会就是皱纹很多的那一个手哈、啊，我不晓得是应该欢喜还是心里面难过哈、啊，怎么这么多皱纹啊？同工当然安排了好多不同的聚会，有一个聚会呢是跟德国的这个国教是路德会，路德宗的这个他们等于是几个神学的老师，宣教学的老师，有一个聚集，他们就请我去分享，若是戴德生要对21世纪的德国教会说什么，他将会讲什么。我想哇，这句话也是虽然我跟戴德生的英文名字都是一样哈，都是 James Hudson Taylor， 但是我是 James Hudson Taylor the fourth， 他是 James Hudson Taylor the first 哈，我也不是他的这个发言人哈，所以那一天的聚会其实压力是非常的大。但是我特别提到了，其实当我们看他的整个一个生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他对灵魂的失丧的那种火热是非常的强烈。21岁他就前往了中国，为什么呢？若是你有机会去读他的生平，他不断的就会提到在当时的中国，每一个月有100万个人就进入到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 1 million a month racing to a Christless eternity。 每一个月有100万个中国灵魂，那时候中国大概有4亿左右的人，每一个月有100万个灵魂就踏进了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我就这样描述了，我觉得是什么吹逼把戴德生带到中国。没有想到那一天的聚会里面有一个在非洲宣教，我用这个词也是很有保留哈，但是后来他也自我介绍，他说我在非洲宣教了30年的时间。他说但是对不起 Dr. Taylor、他称呼我 Dr. Taylor， 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东西。为什么你们要认为一个人一定要听到福音呢？哎，我有一点吓一跳哈、啊！你说不去做宣教，你有这样的一个理念，那或许还可以。30年，那请我就很想问他，不是我问他，是他在问我，但是我很想问他，那请问你那30年在非洲做什么呢？啊，何况你还是一个 missionary， 你还是一个宣教师，就我心里面很，我心里面坦白说很难过，很难过。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回到哥利纽的事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第一看到有一个得听福音的必要，有一个得听福音的必要。我可不可以再一次说，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但是也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不单单是得听福音的必要，我想在这66节的里面，我们看到的第二件事情就是顺服托付的重要。顺服托付的重要，我很喜欢哥利纽事件，我也很喜欢在这边似乎好像路加在描述哥利纽跟彼得的当中所带出来的一些对比。什么意思呢？若是你仔细回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哥利纽看到了一个异象，对不对？
他在伸出祷告的时候，就是下午三点钟祷告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一个异象，有一个使者对他说，你要派一个人去到约帕，去寻找一个叫西门的彼得，把他带来。哥尼流的回应是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是一个及时的回应，对不对？他马上就派人去到约帕去找彼得。但是紧接着路加就描述，这一位跟随耶稣有三年之久的彼得，他在屋顶上祷告，看到了，也是看到了一个异象，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这样说哈，彼得不如哥尼流啊，彼得不如哥尼流。照理应该彼得是最清楚知道神的心意，对不对？他是跟随耶稣三年的，他应该是最熟悉看到异象的一个人。但是当这个异象向他显现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三次他都对主说什么？不 ，No。No， 我顺便提一下，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彼得生平里面有好几个三呢、啊？这里有好一个三，对不对？我们当然最熟悉的就是三次不认主，对不对？啊，我们也很熟悉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耶稣问了彼得三次什么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在彼得的生命当中，三次他对主说不。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过，第一次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当耶稣描述他要怎么样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就赶紧出来对耶稣说，主啊，万物不可。马太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描述耶稣要替门徒们洗脚，到了彼得那里，记不记得彼得说什么？ No way， 绝对不可以洗我的脚。第三次就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但是有另外一个三，我觉得很宝贵，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彼得三次睡觉。我顺便提这个，是因为若是今天晚上你想睡觉的话呢，没有关系，你就去睡吧。为什么呢？因为我总是觉得，若是彼得在那三个场合睡得着觉的话，你听戴季中睡觉就没什么稀奇了。还记不记得那三次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是在变相山上面，耶稣在他一切的荣耀里面向门徒们显现，彼得在做什么？睡觉。所以我说啊，你听戴季中睡觉真的是没什么稀奇，你就去睡吧，这一篇道跟你没关的。第二次在哪里睡觉？科西玛尼院，听到了，在科西玛尼院睡觉。耶稣邀请他的门徒们与他一起祷告。我告诉你，若是你失眠的话，最好解决的方法就是祷告。第三次在哪里睡觉？哎呀，我觉得那个睡觉是最宝贵的睡觉。还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西律杀了耶稣的弟兄雅各之后，赶紧的就把彼得抓了起来，因为正好过节不好办他，要第二天把他提出来办他，把他杀死。前一天晚上在监牢里面脚镣铁链扣住的时候，彼得在监牢里面做什么？哎呀，我告诉大家，能够在那个时刻睡着觉，那是很了不起的睡觉，对不对？心里面的平安，甚至连死亡都没有办法剥夺的。哎呀，我告诉大家，我觉得这种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对不对？若是你我的平安
是被建立在环境上面。我十分的相信有一件事情会使得你我心中的平安被剥夺，就是人生的最后一关，不是吗？我们中国人什么都不怕，就是怕什么？不是死，死。所以你只要去香港的话，所有的医院都没有四楼，所有的高楼大厦也都没有四楼。有一段时间我们家住花莲，楼下的管理员有一天看到我说，戴牧师啊，我刚刚才发现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我们这一栋楼一共每一楼有四户，四楼的四户都是基督徒。他说我发现，哎呀，你们基督徒不忌讳买四楼的这个房子。我说我们是的，我们不忌讳，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感谢赞美主，彼得在那个时刻能够睡着，哎呀，我觉得好了不起，好了不起。哇，对不起，已经走偏了，还是拉回来这边好。两个人有异象，两个人却是完全的不一样。哥利纽是一个及时的反应，彼得却是一个什么？主啊不，主啊不，主啊不。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或者对一个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因为我觉得其实彼得的反应应该是最及时的反应，他应该是最熟悉主心意的一个人，却在这个时候他没有摸着神的心意，他甚至对说，主啊，我绝对不做这种事情。我就想，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或者我们的教会历史久了以后，我们中文说做老油条，大家都听得懂吗？就是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久，我们就真的会成为老油条，上帝就似乎好像很难扭转我们，让我们看到其实他要在我们当中做一件新的事情，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事情。前不久有一个同工来跟我埋怨说，戴牧师啊，我参加内地会，现在叫海外基督使团 OMF International， 他说我参加内地会，我本来以为内地会是像一个蜜蜂，没有想到反倒好像像一个航空母舰。我一时还转不过来，什么蜜蜂航空母舰，什么航空母舰，我说我听不懂，对不起，你可不可以就讲的直一点。他说你知不知道一个蜜蜂它随时都可以有一些的改变，它随时都可以转方向，但是一个航空母舰要掉一个头还需要十几个公里才掉得过来。他说我没有想到内地会150年真的就像一个航空母舰了，要好几个公里才能够转个弯。哎呀，我听了我心里面很难过，我也信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当然我想神的心意不要我们像一个蜜蜂一样，是完全没有定向的，是一下子又是往这边飞，一下子往那边飞，我想倒不至于是这样一个极端。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更明白神的心，但是我想我要表达的就是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有异象。因为我总是觉得若是我们的教会没有异象的话，很难能够有方向，对不对？我们很难能够有定向，不单单是我们的教会，其实我们的个人也需要有意向。你生活的意向是什么？你人生的意向是什么？神拯救你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为了我们得救而已吗？我想不仅是如此。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借着得救，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立志做一个宣扬主救恩的人。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个托付，有一个托付。但是我们回到这一章，若是你回去看尤其第十章的话，你会发现一个词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我们比较难抓得出来看得出来，但是呢在这整个一个事件里面有14次之多讲到打发，讲到差遣，这样类似的词14次之多。而我就思想到不单单是我们需要有
vision， 我们需要有意向，我们的生命也需要有 mission， 有一个使命感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使命感在那个地方。因此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看到了，第一，有一个得听福音的必要，但是同时也有一个顺服托付的重要，一个顺服托付的重要。我可不可以停在这个地方？因为我就在思想彼得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我可不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彼得去到哥利纽的家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上帝要在哥利纽家里面做什么？他知不知道？知不知道？我个人认为是他不知道上帝要在哥利纽的家里面做什么，是只等到他去到了哥利纽的家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才明白过来，对不对？我就想到什么，我就想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赞美主，上帝没有等到彼得都搞懂了的时候才用他，乃是在彼得还不清不楚还没有搞懂的时候，上帝就说我要用你。没有等到彼得完全了以后，就像马太福音第28章，耶稣把那个大使命托付给门徒的时候，是的，他们去到了他所约定的山上，是的，他们看到他们就敬拜他。但是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第17节有一句话困扰了我好久，在那个场景的里面，马太就紧接着这样描述，然而还有人什么迷惑。我想了好久，莫名其妙到了一个高潮，应该是马上就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等等等等等。为什么突然插了这一句话，然而还有人迷惑呢？似乎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上帝把一个重要的托付给了一群不完全的人。但是我要快快的说，只有在彼得顺服去的里头，他才更加的明白上帝的心意，对不对？若是他没有去哥利纽的家，他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意是要万民得救。你说戴牧师啊，这跟我有什么关？哇，很简单，第一，上帝没有等你我完全的时候才呼召我们来服侍他，不是等到我们很能够跟人家传福音我们才开始跟人家传福音，对不对？乃是在传福音的当中，我们就学习怎么样来传福音，我们学习到怎么样来接受别人提出来的一些质疑，我们也做一些功课，我们就懂得怎么样对不同的问题提出一些不同的答案来，对不对？我们若是不去的话，我们就很难能够长进。英文怎么说呢？ If we don't go, we will not grow. If we don't go, we will not grow. 所以是当彼得去的时候，他才长进，他才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一个顺服托付的重要，一个顺服托付的重要。我们看到了一个得听福音的必要，我们看到了一个顺服托付的重要。我顺便提一下，彼得是在什么地方？
哥利纽是去哪里招彼得的？哪里？约帕。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我读圣经读了太多哈，想象力太丰富。但是我就联想到旧约好像有另外一个先知在约帕，对不对？他的名字叫什么？约拿。约拿，上帝要他去到尼尼微，叫他去，约拿就掉头跑掉了。哎呀，我可不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彼得，还是要做一个约拿？我们要做一个旧约的约拿，掉头就跑，还是我们做一个新约的彼得？是的，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顺服，我们顺服，我们顺服。好，最后一个得听福音的必要，一个顺服托付的重要。但是在这里我想有第三个图画是我愿意留下来给大家的，就是当彼得去到哥利纽家的时候，我常常在想，当他踏进那一个门的时候，当他跨过那个门槛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我十分的相信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复杂。若是你圣经还是打开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一句话里面看到他心情的那一种挣扎。在第二十七节，第十章第二十七节，彼得和他说话的时候就进去，他就见到了好些人在那边聚集。第二十八节就对他们说，然后注意下面这一句话，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往来本是什么？不合理的。本是不合理的。我很快去查了一下，这个不合理这个词在新约里面只出现了两次，在这里出现了一次呢，在在彼得前书四章三节也出现了一次，非常的有意思。那边的翻译不是用不合理来翻译，乃是彼得在那边描述拜偶像是可恶的。也就是说这个词可以翻成不合理，但是也可以翻成什么？可恶的。那你想一想，今天晚上聚完会你请戴季中来你们家，我一踏过那个门槛，对你说我来你家其实是蛮可恶的，这种人你会不会想接待啊？绝对不会接待。那你请你不要了，不送了，你自己回家了。我们在那一个观察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能够看见，其实彼得跨过那个门槛的时候，他心里面的挣扎是何等的大。但是，仍然有一个跨过门槛的需要，不单单是有一个得听福音的必要，不单单是有一个顺服托付的重要，也有一个跨过门槛的必要，一个需要。这个门槛是什么？ Well, 其实我想我们都能够想象得出这个门槛是什么。这个门槛就是一个跨文化的门槛，对不对？一个跨文化的门槛。当时的教会还不够了解神的心意，不是只是要他们蒙福，也不是只是要他们的族群或者犹太人享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乃是神的祝福要透过犹太人流到万邦。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门槛，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一个跨文化的门槛，跨文化的门槛。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到这里，
我不能不想到，其实二十一世纪我们华人教会其实不就也面对到这一个门槛吗？我非常的感谢主，我服侍主有三十多年的时间，可以说在这三十年的当中，几乎99%的时间都是在华人的教会里面。也很感谢主，在过去10-15年的当中，神特别给我一个机会，能够在华人教会的宣教工作上面有所参与。无论是在海外也好，其实感谢主，我想我们很多人也都知道，今天在中国大陆，对于跨文化宣教，或者应该说对于宣教，是越来越清楚看到这样的一个托付。我感谢主。但是我可不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感触？一方面我是很感谢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是蛮难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是的，我们看重传福音，我们看重宣教，但是今天我们华人的教会还仍然只是把传福音、宣教停留在向我们骨肉之亲传福音而已，只是停留在向我们骨肉之亲传福音。我觉得在我们华人教会仍然有一个跨文化的门槛，是我们还没有踏过的，是我们还没有踏过的。我就想到这些早期的宣教士，包括戴德生在内，为了我们中国人能够得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离乡背井，他们离开了可以说当时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为了是什么？为了是我们中国人能够得听福音，他们就来到了我们的中国。我顺便提一下，今天若是你是从台湾来的话，今年正好是台湾福音来台的150周年，马雅各，一个苏格兰的长老会宣教师，是第一位把福音带到台湾的。今年正好150周年，跟内地会的历史是同样的。他们就来到了我们中国人的当中。第一所面对到的，当然就是妈妈、妈妈、猪猪、主猪。讲不对的话，这个不是亲爱的主，是亲爱的猪。学习语言，入境随俗，穿上了我们中国人穿的衣服，尽量能够学习跨文化的一些工作，为了是什么？为了是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相谈听到福音神的大能。你知道我常常想到他们的见证，我就想到21世纪若是我们华人教会仍然是停留在指向骨肉之亲传福音，没有跨越那个门槛的话，第一，我觉得我们徒受主的恩；第二，我觉得我们辜负了那些宣教士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不是说，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骨肉之亲的工作是不重要的，它仍然是重要的，且我们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那个地方，我们不能停留在那个地方，我们需要跨过去。那个跨越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跨越，但是我觉得这是神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21世纪所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在跨文化的宣教上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可以再缺席，不可以再缺席。因此求神帮助我们，其实我相信不单单是跨文化的工作，就是在我们个别所属的教会里面，我们教会的事工，可不可以更多的思想，神把我们的教会放在澳洲这一个地方，神把我们的教会放在墨尔本这一个地方，难道只是向我们华人传福音而已吗？我
我觉得不然，我觉得不然。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是的，是要向华人传福音，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生活的圈子，我们工作的圈子，我们学习的圈子当中，有很多的非华人，不是吗？难道我们对他们没有福音的责任吗？有的，有的。有一个跨过门槛的需要，有一个跨过门槛的需要。用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为结束。十多年前，我有机会跟我的父亲一起前往中国的新疆省最西南的城市，叫喀什。我们去到喀什的目的是为了要看望一对夫妇，有可能有一些人熟悉他们的故事，赵麦家和恩正。这对夫妇其实有好几年的时间跟我的祖父祖母，那时候抗战的时候，在陕西凤翔不远的一个小地方叫宝鸡啊，在凤翔那个地方有一个西北圣经学院，在那边跟我的祖父祖母戴永勉夫妇一起配搭。在那个学校，神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就是在40年代中，那个学校的兴起不单单是为了要训练传道人，那个学校的兴起其实也是若神许可的话，能够把一个宣教普世宣教的意向放在学生们的当中。因此他们有一个习惯很有意思，他们就在学校的操场上面呢，把一个世界的地图把它画出来，然后他们要求学生们呢，就去选择一个国家，然后呢，就请你站在那个国家上面，就为那个国家来祷告，为那个国家来祷告。大概今天我们比较难这样做哦，但是有另外一个比较容易的方法，就是你哪一天把衣服脱下，看看你那件衣服是在哪里做的，然后呢，你就为那个国家来祷告。这也是另外一个方法，比较简单一点。尤其假如你不太能够画世界地图，那没关系，你就翻一翻你这件衣服，或者你这个西装啊，还是你的这个鞋子是在哪里做的，你就为那个国家来祷告。他们画了这个世界地图，然后就请学生选择一个国家，就站在那个地方为那个国家来祷告。神就非常的奇妙，透过那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把宣教的意向和负担放在许多学生的心中。其中一对夫妇就是赵麦家和何恩正，他们组成了一个团队叫骗传福音团。那个骗不是欺骗的骗，而是遍地的骗，去到哪里都要传福音，骗传福音团。对不起，遍传福音。你看，老外学中文真的是很麻烦。我告诉你们，英文是比中文来得容易多了。遍传福音，谢谢大家，今天闹出了一个笑话。遍传福音团，遍传福音团。他们就离开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他们就从南疆一路过去，到了喀什。到喀什的时候，正好就是1949年的10月1号，也就是说，那个之后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的往西迈进。其实他们原来的负担是什么？他们原来的负担是希望能够一路就回到耶路撒冷，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没有办法去，他们就留在喀什，一留留了60年之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我们那时候去的是正好
冬天的12月，零下20、25度、30度。很多人劝他们，你们就回内地，这里的生活实在是太不容易，太辛苦了。但是他们心里面的负担是神呼召我们面向西部，求神在这个地方工作。我们在那边只不过是两三天的时间，那也很珍惜，很怀念那段的时间。我顺便提一下啊，这两位前辈已经都被主接回了天家，都被主接回天家。我们听到了好多的故事，包括有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过关于我祖父祖母的故事。但是我想我最难忘记的一个时刻是当我们要离开喀什的时候，何恩正老姐妹就带着我跟我的父亲到了喀什的机场。经过了安检，我父亲走在我的前面，我走在后面。我突然感觉到何恩正老姐妹抓着我的手，我转过来，她就对我讲了一句我到今天忘不了的话。她叫我叫小戴牧师，因为我跟我父亲一起去，所以她是老戴牧师，我是小戴牧师。她说，小戴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他说，我手里面拿着的一个接力棒，当然不是真正的接力棒，是象征性的接力棒。他说，我手里面拿着一个接力棒，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接力棒拿到海外的华人教会中，交在他们的手里面，对他们说，21世纪是我们华人教会要起来参与在大使命跨文化宣教的工作上。今天晚上，我愿意把那一个接力棒交在你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哥林纽的事件告诉我们，第一，有一个得听福音的必要。没有一个人是好啊，坏到不能得救，但是同时也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哥林纽的事件告诉我们的第二个，就是有一个顺服托付的重要，有一个顺服托付的重要。第三，哥林纽的事件告诉我们，有一个踏过门槛、跨越门槛的需要，跨越门槛的需要。你生命当中的一些门槛是什么？是什么拦阻着你出来接受何恩正愿意放在你我手中的那个接力棒，来被主所用的？求神给我们勇气，让我们愿意跨出去。是的，我们不完全，就像彼得不完全一样，但是感谢赞美主，上帝选择了一群不完全的人，更加的能够彰显他的大能。因为得救是在乎耶和华，不是在乎你我能不能，乃是在乎你我什么肯不肯。It is not a question of ability, it is a question of availability. 不是能不能，是肯不肯。而当我们去的时候， it will be as we go that we will grow. 我们才会成长。翻转拆船的4天，求神也翻转我们，阿们，也求神翻转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不徒受主恩，也不辜负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也带领我们进入到我们这一次宣教特会的头一天晚上。
彰显天父上帝每一个人的到来不是枉然的。主啊，也让我们在这里的时间不是枉然的，乃是主啊，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不是没两样，乃是我们是有所不一样。不单单是我们自己有所不一样，让我们的教会也因为这三天的时间也有所不一样。求主你不断地开阔我们的视野，主要让我们能够思想在这末世，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个人也好，我们的教会更多的积极地参与在宣教，在跨文化宣教的工作上面。主啊，无论是祷告去，无论是前去，主啊是人去，帮助我们每一个教会，主啊是更加的参与在普世宣教的福音工作上面。我们恭敬的天父上帝，把明后天我们继续的聚会也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继续的带领着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